升降台起，好，现场准备，有我，音乐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谢谢，好，可以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辛苦辛苦。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推广曲。然后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，钱雷老师作曲，唐田和严光宇一起作词的一首歌。我觉得这首歌它首先是非常非常有力量，而且我觉得也表达了自己对整个怎么说呢，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听完这首歌之后都会像我们一样，会感受到里面的力量感和它的美好，以及也会更加的热爱和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国家，我们自己喜爱的这片。所以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股力量，因为年轻的一代、青年一代一定是我们的希望吧。所以就这首歌叫《有我》，那个我一定也是你，一定也是你。